玉兔呈祥迎盛世，祥龙献瑞贺新春。亲爱的龙南父老乡亲们，尊敬的海内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全球的客家人，大家春节好！欢迎观看2024年江西海内外侨胞云端春节联欢晚会，非常荣幸能够与大家一同迎接这个传统而充满欢乐的节日。在这个象征着祥瑞的龙年，我们欢聚一堂，无论身在何处，通过云端网络紧密相连，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时刻。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今天我们以江西龙南的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作为主会场，借助2023年11月份世界客属第32届恳亲大会的影响，为海内外的侨胞以及全球的客家人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云端联欢晚会。愿我们透过屏幕感受到故乡的温馨和家乡的热情。今晚龙南主会场灯火璀璨，高宾满堂，喜气洋洋，不只是为了相聚，更是为了照亮龙南文旅前行的梦想。龙南是江西南大门，是江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它矿产资源丰富，山川秀丽，它乡村美丽，宜居宜业宜游，它是世界围屋之都。关西新围、雁以围、乌石围等376座围屋，以龙南为主体的赣南围屋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它是山水龙城，风景名胜众多，太平桥、南武当山、前心小镇、九连山等等数不胜数。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龙南真遗憾。龙年龙地行，真诚邀请大家来龙南做客，衷心祝愿大家新春快乐，龙年吉祥如意，江西龙南的明天更加繁荣昌盛。下面我宣布，龙行达达，客聚龙南，2024江西龙南云端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
是一杯酒，欢乐在深邃
中相逢，你我举起杯中酒，你在一切相中，喜悦再难聚首。
来亲朋好友，万里塞满酒呀，塞满酒端去碗，敬待家一碗酒哟。
屋之都，山水龙城。这是一块被客家文化、阳明文化与生态文化浸润的人文圣地。这是一片充满生机与朝气的投资热土。这是一座创新创业、宜居宜业的活力新城。龙南与您共精彩。龙南地处江西最南端，距广州260公里，深圳320公里，赣深高铁、大广高速、赣粤高速、105国道贯穿全境。龙南通用机场选址或空军和民航批复建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经济圈，一直是江西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成为江西唯一连续13届蝉联全省开放型经济综合奖的县市。龙南有独特的人文生态，客家文化厚重，孕育出了团结协作、诚信正义、敢闯爱拼、上先善赢的唯文化品质。阳明文化灿烂，是心学大师王阳明过化之地，历史遗存最丰富的县域。生态环境优美，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九连山，矿产资源丰富，重稀土储量占全球70%，锂矿资源储量大，品位高，地热温泉资源丰富。龙南有完备的承载平台，拥有赣粤边际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全省第一批认定的化工园区。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龙南建设电子信息特色优势产业，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工信部、海关总署对口支援龙南，上线全国县级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电子信息行业二级节点，建有全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县级区域性天翼云算力中心，被评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口岸经济快速发展，拥有内陆省份县一级第一家正处级海关，全省县级唯一的报税物流中心，全业态开通跨境电商12109610971098101业务，在全省率先发展跨境电商前店后仓加快速物流模式，稳定开行龙南至深圳盐田港、蛇口港铁海联运班列。龙南有完整的产业链条，电子信息和新材料2+N 产业强势崛起，电子信息重点围绕 PCB 上下游，聚焦芯、屏、器、端，形成覆铜板、铜箔、电子专用化学品、电子元器件、 PCB 设备、智能电子终端的完整产业链。新材料形成了锂矿采选、锂盐产品、锂电池材料生产、锂电池制造及应用、回收循环的完整锂电产业链，以及开采、冶炼、加工、应用、综合回收全过程稀土产业链，已落户台湾联茂、深圳五珠、俊亚科技、宇宙集团、环球集团、广信材料等知名电子信息企业，引进了道氏技术、天齐股份、金盛新能源、智存锂业、嘉源科技、嘉上新能源、聚电新能源等锂电新能源产业链头部企业。龙南有丰富的配套资源，工业土地充足，水电资源丰富，建有一座500千伏变电站、3座220千伏变电站、7座110千伏变电站，是赣州南部电力中心，正在建设赣南医学院龙南校区、
开办有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等三所本科院校和两所专科院校，建设了综合物流园与京东、中通快递分拨中心，已建成人才住房3820多套，有12家准4星级以上酒店及万达广场大型商业综合体落户，有商业银行30多家。经济金融、文化旅游、商贸物流、交通集散、教育科创、医疗康养6大区域性中心初步成型，赣南次中心城市地位更加凸显。龙南有优越的营商环境，在龙南投资，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鼓励类产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对优强项目予以1事1议重点支持。轻商、安商、富商理念深入人心，竭诚打造大湾区能做到的，龙南一定要做到龙易办营商品牌。从项目洽谈签约到落地建成投产，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资金直达，让企业在龙南容易办、方便办、最高效、最放心。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龙兴岭南地投资首选区，世界客属第32届垦青大会举办地，国家级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热忱欢迎您，诚挚邀请您来投资兴业、观光旅游，共享投资福地，共建千亿产业。剪不断的时间，故事里有牵绊，宇宙也渐远，人在灯下山南，想起那时方言，谁又在谁心间，在被编织等一只客家船。龙门山听到燕归南，孤楼远北望又炊烟，我在你心间，是你我执意相守的诺言。云开我知道你在眷恋，眷恋再不会走远，即使相隔千里，
终会相见。Thank you.
客家汉子结实的背扛起了帷幄的脊梁，客家女子纤细的手端起了安居的家酿，扛着祖先走，父母在哪里，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盏灯，又一盏灯，一盏灯啊！
揭开客家文化的灿烂曙光，诗意山水勾勒一方土地的风华绝代，桃莲卧洒润泽龙南大地，景若繁星辉映千年古城。日月轮回，春秋更续，一代代客家人在这片沃土繁衍生息，多少故事聚散于历史之中，构成了客家人生活的底色，氤氲了街巷里烟火的气息。扬名圣贤，关心悟道，教化于此，启迪了进步的智慧，正是源于龙南先民的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后人的血脉才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蓬勃而兴。在这一幅幅自然与质朴的唯美画卷中，是万般情思的不尽乡愁，如果说客家文化博大而精深，那么客家围屋就是建筑的奇迹，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和情感世界的特殊符号。一砖一瓦，一窗一屏，一厅一景，凝聚了客家文化精髓的围屋建筑，饱含慎终追远的念祖之情。踏过岁月长河，古老的围屋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韵，孕育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围屋文化内涵。南武当山，壁立万仞，丹霞飘逸，蔚为画廊。九连山脉，秀峰百里，环山晴岚，原始质朴。蜿蜒桃江，古树浓荫，十里长堤，水天一色。前心后泽，森雅秘境，竹海碧波，茶香隽永。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的光影传情，让龙南披上了历史的金黄，晕染出文化的韵味。这是一处浓情四溢的客家原乡，这是一个淳朴好客的围屋之都，这是一座活力无限的山水龙城。即使历经千般风雨，依然奏响出客家文化的华美乐章，书写出客家人民的精彩人生。
向世界客家文化名城迈进。庄重敬祖仪式，满城百家姓灯，彰显世界客家，客联世界，拥抱新时代，一起向未来。那一盏盏百姓之灯，犹如满天闪烁的点点繁星，遍地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中华屹立不摇。
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天下客家心连心，天下客家一家亲。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努力同心的民族力量。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终于闯出一番事业。这次带项目返乡，我一定要把我们赣州，我们江西建设得更美好。回国探亲，一下飞机，最想喝一口阳春米酒啊！还有客家烫皮、龙南线粉、过水溜，都是你爱吃的。回家我给你做。
家的味道，一辈子也忘不了。爸爸，爸爸，这是我的老家吗？对啊，爸爸是龙南人，你就是龙南的孩子。你生在国外，这是你第一次回家乡。我懂了，不管我生在哪里，我的根在这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妈，妈，孩儿不孝啊，回来晚了，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想起小时候，爷爷奶奶总带我们在围屋里玩，现在我们长大了，他们却都不在了。在国外，一听到客家音就想流泪，好想龙南老家呀。走得再远再久，也隔不断我们回家的路。世界再大，我要回家。客家摇篮，我的家。水有源，树有根，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客家的孩子回家了。我们相系，根脉相连，从心归之处再出发，开启客家人团结奋进新征程，建设客家人共同富裕新家园，与民族共情，与祖国共鸣，与时代同心，与未来同行。
聚四海游子，为五洲祈愿。一愿，江山永固；二愿，繁荣昌盛；三愿，风调雨顺；四愿，海晏河清。寿康宁，六愿命运与共，七愿人民幸福，八愿国家富强，九愿民族复兴。十愿天下太平。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鲁南篇章、赣州篇章、江西篇章。呀，一只哟，咿呀，吱呀，吱哟，咿
太平无可，世代藏满祝福，赠你独特，代代相传，不忘本色，编织那美丽生活。你早就应该来了，不问你从哪里来，来的都是客。青山和碧水都和你相逢，挥斥江车辽阔，五洲四海一起来，来的都是客。为我举香河，乡村情火热，都留在这一刻。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晚会接近尾声，在此我要感谢每一位参与今晚节目的嘉宾和表演者，你们的心情和热情让这个春节更加温暖和喜庆，同时也要感谢每一位观众的陪伴和支持，是你们的关注和喜爱让这个晚会更加有意义。今晚我们一起见证了江西陇南的客家文化特色，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继续携手前行，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再次祝愿全球所有的华人华侨新春快乐，龙年大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大家，晚会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见。